好，来看到小朋友暑假的时候最喜欢参加的就是一些夏令营、战斗营啦。国防部今年呢是首次举办一队体验营哦，从最基本的提枪动作到高难度的单手旋枪，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训练。2、3、4一身迷彩装，立正踏步，提枪脱枪，公布一队战斗营2天速成班，扎实不马虎。我们从零开始下海来体验。光是一个基本直立式脱枪，就已经搞得满头大汗，手臂、肩膀要 hold 在哪个角度，都得精准到位。我有点复杂，可以那个，还是我请学生教我一下，我有点那个，你知道，打结。老师在讲，我有在听，但手里握起枪还真没那么容易，第一步就卡关，心里实在有点受伤。偷偷练习一下，不然输学生丢脸。右手迅速贴枪，左手紧贴身体，枪还要直挺挺，并靠大腿，手脚不协调，练到快抓狂。经过刚刚特训结果，慢单枪部分，我想我应该可以。这个会了80-90%，我们来示范一次。对，先这样，然后1、2、3、4、5，来。慢动作 ，step by step， 稍微有个样子出来了。我们来到户外，学学越野队如何踏得整齐划一。早上的动作练习 ing， 才练了一下下而已，手已经破皮了。都已经破皮了，真的没那么容易。不过一点点小伤击败不了我们，打落牙齿或血吞，明天 keep fighting。所以你看，平常一队能够在这个表演里面表现得这么精彩，真的是不是没有道理啊！继续练习，一定要学会。眼看进度大落后，第二天还是来了，验收时辰，步步紧逼，又够紧张。哎，不要这样看我，我没有在偷懒哦。虽然说是一大早，但是因为昨天练了一个下午，手都六婆呀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准备了 OK 绷，贴了再上。稍微前面一点的，就是扎这个位置，不用手掌，不用手掌，会比较灵活。一练再练，还把教官绑到旁边，一对一教学。同学们实在太厉害，所以第二天个个架势十足，我们也得加把劲了。断了，这枪被我们练到断掉了，其实摔到断掉了，糟糕，怎么交代？哎呦，还没练上手就把礼枪给弄断头，实在有够尴尬。大哥，拍子，谢谢，对不起。幸好还有一把枪，继续练。出了个大包，当然不能再让教官失望。待会儿就要考试了，脱枪、旋枪、双手交叉准枪，得赶快复习一下。但经过一夜，不仅动作有点别扭，连脑袋都变得不太灵光。好，经过一个晚上，年纪大，有点忘记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嘞？问一下同学。一番苦练，终于到了最后验收阶段。练习再练习，目的无他，就是为了呈现最完美演出。立正，直立式，脱枪。1、2、3、4。哎呦，好像还不赖，虽然是有点慢半拍，眼睛还会忍不住偷瞄一下。不过教官还是给了个赞。最后的终极大魔王转枪，我们来秀给教官看。教官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尽力了。转枪本来就有一定的难度，三军地区真的很不容易。你看我们教官还在转，我真的没时间跟你多说了，这就是一队精神，我要去多加练习了。